他来了，他来了，他接到稿子就来了。大家好，我是小强。在今日的常规赛中，开拓者客场132-126力克国王。本场比赛，开拓者后卫达米安·利拉德上场42分钟，23投11中，其中3分球15中6，得到40分、1篮板、13助攻、0失误。CJ 麦克勒姆上场43分钟，23投10中，其中3分球16中6，得到28分、7篮板、10助攻、1失误。Stats Perform 数据显示，利拉德和麦克勒姆由此成为 NBA 历史上首对同时得到至少25分、10助攻，且命中了5记3分的二人组。另外，两人也成为 NBA 历史上自1987年的阿里克斯·英格里神和法特利夫以来，首对同时得到至少25分、10助攻，且失误都不超过一次的二人组。And 他走了，他走了。右下角点个赞，再走啊，老板。